蛋壳有没有裂，蛋黄位置有没有正中央。如果蛋黄的轮廓都能够分辨得很清楚啊，表示这颗蛋不新鲜。放牧饲养的成本呢，会比一般的笼养高很多。产蛋箱加自动饮水加自动输送饲料，光这三样设备就1000万了。周六晚间8点，请锁定台视新闻台热线追踪。